剩了，你知道吗？珍惜物品。看夏天吃山竹超级爽啦、啊！靠，你这个没有啊？那你现在在吃什么？月光巧克力。哎，是谁跟我走下？我啊，我啊。哦。你不要走那么快吗？看你们现在是怎样，这么下路那么热闹。我被锁。我被锁。他说：“你需要稍等才能使用更多地图图示。”所以人生巧克力还不错，不要。啊？人生巧克力十几年前就有了，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爆红，莫名其妙的。对啊，它就跟七七独家巧克力一样。你知道？你知道我在日本便利商店经过，我看到那个，我都完全不会想去买它。真的啊？欸 ，B B， 你对日本熟吗？他是。半个哎、欸、没有啊，好像没有到半个。正确来说应该是33.87个日本人吧。对，33.87。你说成语啊？对啊，非常精准的数。为什么是3.3啊？那去东京玩跟去大阪玩，你觉得有什么建议吗？我大阪比较熟啊。啊、哦，关西。那如果是比较适合小白这样性格的，你觉得去东京还是大阪？都一样啊，都是市区啊，只是新斋桥。只是如果你。如果你是去关西的话，你可以体会比较多的那个日本人文吗？人文对。那、啊、如果说他想要体验人文气息的话，如果你想体会就是高科技都市生活，你就去关东嘛。刚才那拿玉山是三小，真的啊？哦，对，好会哦。哎、欸，我点错招了啦！哎、欸，我爆了！点到什么？点到 Q 啊！对，一等点 Q 超烂，怎么办啊？那你就不要出招啊，假装自己没有点到，来不及了、啊，因为我就往他身上 Q 啊，我就一直等。我觉得下路那个傻帽是妹子，你怎么看？是啊，哎，我要死了，拜拜，救援。阿哥，你现在要我连红都不拿去救援是？他救援哦。帮我帮我来啦来啦！哎、欸，我要死了我要死了！会不会太紧张？我们两等哎、欸，我们两等，我要打、啊。叫我怎么办啊？退啦，你去吃红啊！你为什么要来？我還沒你叫我来，妈的嘞！哦，我没有叫你来啊！欸、哦，是这个，再不承认他妈我跳 game 了，叫红换不赢。哎、欸。冒卡哎、欸，贝特，真的，贝特。他们血又满，先不要。哦、嗯，啊，糟了，我没有。是啊，你就直接打红啊，你不要去打他，就来退了。哦。给你的中炸会。我突然有种我在看辛普森家庭的感觉。退。退哦。烦呢、欸。真心退哦。交给哥了。你到底在干嘛？怎样啦？你这个 KS 哥，你可以杀到吗？我可以杀。那你刚刚叫我退的哈、啊？你看他血，小孩妈的都一直不承认自己讲的话。有吗？对，我要顶死他。你刚刚这边说什么？小白救援，我要顶死茂凯哦。你看，你要不要被我顶死？哎、欸，上路不见很久、哦。知道。然后我回家咯，我本来就没有，我要丢他就丢那个小子。哇！觉得你们会支援我？你不要在讲这么可怜的话好不好？哎、欸，小心！啊，咪咪！啊，小心！哎、欸，你们等一下再跟他打一波啦，我弟弟我可以支一下。他再打一波我就要去了，你知道吗？对啊。好啊，如果要是会勾到的话，我再去啊。勾到我觉得打不赢的、欸。你不要抢劫哦。而且我们。
走开啊！我想真的，我吸个经验会怎么样？不要啦，你去打打啊，不是你去打野，你来中路啊！那些个字被我打烂掉了，靠他的风卷风卷风破图。我跟你讲，就定时来集团就好了。我跟你等一下，啊，有勾到的话直接给我灯，你有勾到还是？那我怎么给你灯笼？你就丢灯笼在他们的位置上，我就可以飞。真的假的？我灯笼可以飞啊、哦！好，知道。OP 耶、欸。这有一个问题啊，是我被弄号了。我勾到谁都可以吗？我不知道，因为我现在出不去了。啊！哎呀，下路他们其实还蛮位置都还蛮前面的。哎呦，放下忍着我的士兵营。We should grab the ocean.Never surrender. Oh fuck! 好难的。拜拜。可以打那个婊子吗？我快受不了他。可是他刚才血超多的，打他好像没什么意义。闪他个两巴掌。我觉得他跟我换，他绝对赚啊！拜拜，上来啦！不要！你可恶的母猪！你不要是不是？我没血了啦！你中型可以哦，来啦！被中号了，没经验。没经验啊，我有哎、欸，好爽啊！我等下会先五级。啊，果然先五级，好爽！你出去跟他打就对了，他没点啊，没跟他打。好、哦，他这边。啊、哦，他怎么又有点啊？哎、欸，你杀不死他，看，我连 Q 的魔力都没有啊！安东爱，再来，他吃兵还是进啊？不能吃兵。有没有人勾到吗？有点难，有点难。你直接往前站好了，不然你直接我会死啊！你现在掉弹在哪？你现在掉弹在这边点上。OK， 就这样。你不要，你退，你退，你退啦！我不叫你这样，就是你放在那就好了。啊，你想等你有、哦、等你有、哦、那个，等等我们再说。你等我 CD 还有几秒？八、七、六，直接丢是？啊，你哎，好恐怖！撤。干那。知道你操！等你，你他妈不要来乱啊！你不帮就算了。我要帮啊！你不要乱好吗？我怎么帮啊？你想啊？我很认真哎，你现在就帮不了啊！我觉得这一波，那你可以帮我们顾一下下塔。OK。不要传着，感觉这，哎，他们跑走了，你也是。小斗士，哎，他那龙卷风是坏掉了，破土哦。好了，才落后八支兵了，一下就补回来了。要狙狙了，过了啊！我死啦！悟空，不是靠，悟空不在降低。我那个谁啊？雷兹好难打哦！吃什么？哦，让我去看一下。哦，对对对，他真的没闪了，你知道吗？该杀他喽 ！OK， 很好，点尾刀，很好。顶你啊！你这样让我血用掉那么多吗？你就回家嘛。哎、欸，你们家有怎么样？这不就是我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冒凯来，冒凯来，走走。把金弄进去。对对对，这样对了，小白不是对 ，OK， 错。刚早就可以杀他的，他们六。
是我问你吗？不然是我问你哦。就是我问题，抱歉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来来来，我要来了，我要来了，哎、欸，小心啊，你不要啦，太明显了，我还没到啦，白痴，不要啦，哎呦，等，等我啦，你不要，哎呦，都够啦，哎呦，好、啊、啦，哎呦，好、啊、啦，哎呦，好，你可以去搞了，去搞，去搞，哎呦。哇操！上秒容易啊！有有有，这个交了够智商，这够智商，够智商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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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了打了。那个灯笼啊，白痴哦！哎呦，有没有有没有？先杀一，哎来来杀杀杀，我坦我坦好不好？我坦，哥坦好吗？我顶得住好吗？我超坦哎、欸！好的，哇我好危险。不要！哎呦！哎呦！不要再弄，我要死了！啊！哎呦！你干嘛死掉啊？我把挖到插你的屁眼上！不是！哎呦！干、啊、你这很烂的！我很烂！什么烂牛啊？是谁煮他的啊？不知道、欸。烂他妈！哦！不要！哦，你这个闪现有感觉，有感觉。哦哟，他没有死。哎、欸，你们，哎、欸，这个闪现是正确的决定，好不好？你们下路再一次，我有 TP 了，好不好？相信。真的吗？那你没丢灯笼？多少 TP 啊？刚刚不是 TP 你们塔吗？真的啦，相信我啦。好。刚刚才 TP 完，现在又有 TP， 你骗我，那我们棒槌。我刚走路下去了没？哎、欸，你刚刚说你 TP 下来。不要，你不要推哦！不要，不要啦！你不要这样威胁，好不好？怎样？我弄号不行哦！不要啦，和平一点，好不好？哦，我觉得陈玉的快乐伙伴这个应该要灭亡了。不会啊，这场哪里我们还饿？那我这个牛，你们看我那个顶，顶上小了，太疯了！哦，他一次不用扣魔，对，那个啊，路线。知道，我不知道，你们被 AD 了。我说是的啊。哦，是的。你们快打，欸、不要了，再塔下算了啦，饶过他们。哎、欸，小白，嗯，来来，有没有？先丢。不要。来来，我要换去下路了。来啦！不要啦！你现在怎样没？哇！你难道忘？啊啊！我要死了！我要死了！哎、欸，他们好，他们好强哦！哎、欸，茂凯哦，茂凯哦，这里哦，这里哦！哎哎哎哎，可以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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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！可是我还没有 TP， 我还没有 TP。等一下，等一下啦，不要啦！哎呦，哎呦，你们两个，哎呦，欸、先杀茂凯，先杀茂凯。好，你可以退了。我看这个神牛要表演。哎呀，你、欸、怎么死了？直接走下去了。你知道我怎么表演？你这样。你竟然跟我死掉啦！那么晚啦、啊！喂、欸，可以收了，可以收了，可以，可以收了，可以，可以。哦，那真是，打，推，走，等我到好不好？神牛，神牛啊，神牛被定住了，神牛。哎、欸，干啊！没有用到，干嘛？神牛一个废哦，神牛来，哎、欸，干神牛，神你妹啊！你不要来好吗？走开啊！哎呦，傻大啦！哎呦，傻到了！要雷自己人！哎呦，傻大，真的，他没跳！哎呦，行呢！哎，哎呦！我不理你了！Fuck you! I got get out of here! I get out of here! Fuck you, man!欸、我很认真，好不好？我来搓的，我超认真、欸。我都不想讲了，受不了。哎、欸，你不要这样子好吗？什么神牛来了，赶快输出。哦。哇，下塔掉了。哎、欸，快点、啊！传送骗他，我没传送，我刚传送。好啦，
好认真啊！我刚前两场就听你讲这句话。没有啦，就是就效果嘛，对不对？靠，这种效果，你不要把我们的胜，为了做效果，把我们的胜率赔上好吗？不是，我想要长期经营这个战队。逆风哎、欸，没有顺风啊，那逆风，顺风顺在哪？哎，牛好难接技哦，我没有接。要转移话题，给我回答刚刚的问题。我要死了哦！哎呦，哎呦，救一下小白，救一下好不好？好的。小白在下路，你是救你妹哦！杀他们呐、啊！丢丢脸上，你也是。不是，我真的没有来错的啊！那个路线好会闪哦！我是很认真在玩，丢你一下。妈，等下一场我知道认真玩。不要下一场，这场好不好？拜托，这场拜托，跪下来，大哥。我觉得你刚刚玩 W 有点在搓呢。这应该说的，对，我就是那边有人哦。小白，飞他，飞他，真的飞他，飞他啦，飞他哦。就这样，他把我推走干嘛？小白飞哦。没有小白，看不到怎么飞啦！你到底要不要飞？你要，你不要飞就算了。你不要飞，你就走开好不好？哎、欸，在你后面，在你后面。哈哈，还有是。哈哈哈哈哈。小白，小白，飞！我想真的，我也想飞啊！先打雷之，先打雷之！我想真的，要开那个哦。对啦，有没有一个配合？哦，不要不要不要！你怎么死了啦？看后面还有一个呢。哟、哦，你这样我们很难认真一点。那你到底做了什么？那你告诉我你到底做了什么啊？对不对？我做了什么？是不是？我是你现在做我做了什么？他敢没有拉到？你拉到我飞过来就打死他。对啊。我做了什么？我也不知道我做了一次。我去擦眼。走，哎、欸，还说你不是来搓？哎、欸，牛好难玩哦。你不是，你不会是第一次玩吧？这样子应该是第一次玩，你完蛋了。我会觉得，你觉得上台北，我第一件事情先打爆了。哦，没事，照爽。我TP， 我TP， 加入我TP。你让我丢丢龙丢那个灯笼、啊。啥？哎、欸，好，背着背着背着，哎、欸、哎、欸。哦，好多好多好多。先走先走先走。哎、欸，先走先走先走，开大。没大没大。我顶过去。卖他卖他，快点卖他。不要卖。靠背。杀他们啦！我没有魔了，快点，好卖他卖他卖他。哎、欸、干！卖什么？哎，干你嘞！哎，我放！干，我都没有招你哪来的？你不要传啦！你可以不要守一下啦 ，BB BB， 龙守一下啦。我没有魔，开玩笑。你可以不要传下路吗？下路打好好了，你传下来就死人。来，走。好，扁他，扁他，扁他！丑龙哦，快去！哎、欸，茂凯没打。不要扁他，真的没打。快扁他！快卖他，卖他，卖他！赶快传送！哎呦！帮我啦！哎、欸，回来！等等等等等等等，扁到啊！哎呦，没关系，没事啊，没事 ，Ben。你不要再传下好吗？每次你一传下，我们就逆风。哎、欸，85了哎、欸！这个要怎么打？难打。我们，哎、欸，我们可以玩下一场吗？然后我没办法 carry。你说你要怎样？你先下一场你要干嘛？你们都这样不认真，我怎么 carry 你们？不是，你下一场你说你要干嘛？
干嘛？嗯，我笑到流眼泪。我打不下去了。不是啊，你下一场干嘛？你要玩什么？我跟你讲。下一场神牛的，哎、欸，这是我战队第一声被你们这样糟蹋啊！拜托啦，下一场，下一场啦，拜托。真要投吗？欸、我們真的、啊、投了，拜托。下一场，看、啊、你这枪烂了，士气在玩小。下一场啦，拜托。我们的士气因为机会击溃了。你搞那个表，你打死那个表啊！不行、啊，我要这次，我要同样的战队再来一次、啊。你要创队伍吗？